10月30号大概是下午4:50左右，我们有一个民众和他拿了138万2000块钱，要来进行汇款。那我们的同仁在跟他收受汇款以后，并没有说当面跟他点清，就直接把钱拿到后面的整钞机。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中间有10万块，因为不小心在处理的过程中掉到地上，那他也不小心就是刚好踢到桌子底下，导致于说在跟顾客陈述的时候是少了10万块钱。那这个部分的话哈，就是顾客当场有要求说要调阅录影带，来做查清。那我们的主管人员也没有去依照我们的规定，是我们的顾客针对这个有争议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把录影影像调阅出来，让顾客去了解整个厘清真相。那导致于顾客去后来觉得说他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变成说他去报警。那报警后来的经过调阅以后，发觉说确实是在处理的过程中间把那个10万块因为不小心掉到底下，然后又跑到那个桌子底下。所以这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因为这个我们有经过有报警嘛，警方有来调阅整个过程，是没有故意的情况。那我们想请问，当他怀疑管少10万的时候，你们没有试着去找还是什么？是，这个部分是我们确实有疏失，因为如果说有10万块有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可以依规定可以马上调阅录影带来进行查证。那这个有疏失的部分后续会有什么惩处？我们其实已经有先跟发函请他，就是发函给予纠正，然后针对他的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应该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已经有发函跟他纠正，也会列入我们的考核。他这位同学大概工作多久啊？是菜鸟吗？是，因为他之前是在他是刚育婴留停出来，所以他对相关的规定或者是相关的作业可能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之后一定会再严以教育。他年资多久？年资多久？这个我没有记得。好，那你帮我们讲一下，如果一般民众来存钱的话，你们的正确的 SOP 是怎么样？他是不是因为4:00急着要下单，所以有点疏忽了？应该不是这个因素，因为原则上我们如果说进行大钞，钱要离开顾客的视线，我们通常会跟他进行做至少是扎数的确认，才会离开进行下一个步骤。所以当下行员少了这个动作？是，当下行员有少的这个动作。那我一般所了解就是我每天邮局要结账的时候，账不对都要对，结到对才会走。那什么10万块这么离谱的事情，我们居然也没有做这样的动作。是，一般来讲，如果说柜员的现金有短少，我们会进行查核。那当下的话，同仁其实只有四周的环境进行去找说，是不是有没有状况？可是就是疏忽掉，桌子底下。然后我们知道当天有主管啊，他短少10万块，当天又有主管，那不是一个个人的态度，是整间好像邮局的态度，这个部分好像有一点。是说不过去啊。对，这个部分是我们主管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欠缺一个积极的态度，然后来处理这个，我们已经有就是要发函纠正跟内部考核。不好意思，我想再请教，那你们对就是这个主管的这位就报案，你们事后跟他们有没有道歉？有，我们事后其实有积极的要想跟他电话联系，在电话中有先跟他致意，也想说亲自去拜访他，可是顾客他是希望说这件事情能够针对我们的员工的一个行为来进行处理，那并没就是不愿意我们到他家去进行一个道歉的动作。是，那有一个问题，照理说他脚踢到一叠10万，他有一定的厚度跟重量，他没有感觉吗？有问过他吗？是我们经过我们的看过的那个影像，确实他可能真的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应，当时踢到的反应是如何？没有反应。他那个动，我们看影像的动作，就是他其实很自然的，因为他是在回头问他，因为超过50万以上，我们是要做，因为现金超过50万以上，我们是要进行一些大额通报，所以他是回头去问他说，你有没有带身份证？那在这个过程中间，钱掉下来。然后他很自然的，我们如果说看影像的话，其实他真的是没办法去注意到说，好像有踢到什么东西。看现场的反应是没有。好，谢谢，谢谢。